原来要拍摄脱衣舞秀是有条件的，必须先通过猛男测试与场内的专业猛男 PK， 只要获得客人的青睐，赢得最多的小费，才能上楼观赏脱衣舞秀。PK 赛都还没有正式开始，周边却已经围绕一群金发美女，对着我是又摸又抱又是舔，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啊？世界第一点。非常热闹哎！我看这礼拜六周末博士人哦，嗨，阿金奶，哎，好嗨哦，他们真的都很嗨。对，那这一条是全部都是这边就有很多的 nightclub， 都是 club， 然后我看也有 bar 嘛，对不对？有 bar。然后你看我们后面这个，后面这家，对，这个算是，你看那个门口的那个牌子，有没有看到？对，它是脱衣舞的吗？这是。猛男秀哦，这猛男秀哦，只有女生可以进去哦，这只能女生进去啊，特别 for man 哦，猛男生的猛女秀吗？我没有特别每个女人，我女生非常专业的脱衣舞秀，真的、啊、真的，我脱衣舞秀非常专业，非常专业。哇塞，才刚入夜有没有这么嗨啊？还以为体验夜生活文化就是去什么酒吧、夜店之类的。没想到第一站就这么猛，直接来看专业的脱衣舞秀，不是什么舞蹈秀、跳舞秀，是火辣辣的脱衣舞秀哎！哦，讲得我都害羞起来了。不过据说这是许多人来博斯必定推荐体验的特有夜生活文化，当然我们也不免俗的来去给大家嗨一下，嘿嘿，看看所谓的专业脱衣舞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Voodoo Lounge， 哇哦！你看他这个门口的 Body Guard， 可是他让我们拍吗？我们可以试试看。你确定吗？对。你负责问哦，因为这个有点敏感啊，看先看看。哎哎耶。No cameras allowed. No cameras. Can we come from Taiwan? We just want to introduce the culture the Taiwan.Yeah. Check with my manager. Okay. Oh, thank you. 哎，女生果然有效哎，她看我的时候都这样，然后看到她的时候就嘴角就忍不住慢慢的往上扬。需要问一下。超不公平，女生超不公平。有，她说她问一下这个经理啦，这是她经理吗？不知道。哎，很严格哎，一层一层的。但我觉得应该，因为。哦，帅哥，帅哥。Hi, hello. I'm Gary. Hello, Gary. Gary. Hello. Christy. Yes. You want to come upstairs? Yeah, but we bring the camera. Yeah, they're friends of mine. Yeah. All right, all right. Let's go. Really, with the camera? Okay. Yeah, come on. 不会吧？他以为这种比较敏感的秀拍摄会遭受种种的阻扰，甚至可能被禁止录影、拒绝入场。但万万没想到，老板一出马，二话不说，马上答应让我们入内拍摄。这真的可以吗？正当大伙还在质疑不已之时，老板突然把我们带到了猛男秀现场。哇 ，It's all the lady, right? Yeah. Meet you up there.I'm what? Yeah, you. Are you kidding me? You're kidding. You're right. What's this doing? What are they doing? They're naked. Yes. Yeah. But, 他叫我上去拿要脱衣服跳舞哎。哎，然后这样的。我就说嘛，世上哪有大把好康的事，说给我们拍摄就让我们拍摄。原来要拍摄脱衣舞秀是有条件的，必须先通过猛男测试与场内的专业猛男 PK， 只要获得客人的青睐，赢得最多的小费，才能上楼观赏脱衣舞秀。
哎，我的，现在完全是羊入虎口，没有退路了，看来只好硬着头皮上了。不过说也奇怪，你 PK 赛都还没有正式开始，周边却已经围绕一群金发美女，对着我是又摸又抱又是舔，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啊？还没进来这里，从来不知道澳洲女生如此的 open 豪放啊！场内除了专业的猛男 dancer 外，全部清一色都是金发美女。老板 Ryan 说，这里只开放给女生入场，男士是禁止进入的。而来这里的女生，除了庆生、告别单身的姐妹淘之外，有的甚至妈妈会带着女儿一起来释放压力，一起 happy 的哦。各位，让你们看到一场深色又尴尬的舞蹈，真是很不好意思啊。虽然小刚我是专业 dancer 出身，但是要我裸着身躯在大家面前大跳猛男夜舞，还真是给他很不习惯的。不过还好大家热情的捧场，让我赢得比赛，拿到脱衣舞秀的拍摄入场券啊。所以不啰嗦，现在就快跟我上楼去看秀去。Did you win? Yeah, I think so. Yeah! Wow! 终于上来了。This is where all the party happened. Okay, okay. 来来，你知道不禁发寒彻骨啊！终于上来，好多好多女生哦，而且蛮漂亮。我的眼睛又不知道放哪里。但有些就哇，你看台上的不得了啊！台上的这。台上太性感了吧！哦 ，really？ 哦，哎，我坐这边呢。哎，刚才那一招我只有在电视上、那个网络上看过。你看他，你看这招，哇 ，amazing！ 太厉害，他这个转圈，而且他们很大方，他们就直接让我们拍，而且他不急不徐。老实说，平常的我就已经很少很少跑夜店了。更别说什么脱衣舞秀，连看都没看过。现在要我这么近距离欣赏脱衣舞娘在台上搔首弄姿、大跳钢管艳舞，我的眼睛还真是不知道要往哪摆啊，实在是有够害羞的了。他们真的很性感，你看得出他们其实把那个身体的性感度展现得非常好。我觉得他们跳得很厉害，而且很性感。我也。哇，好嗨哦！你看他们都很镇定的，不像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看到这，我发现来此的人，大家都默默在台下欣赏表演，绝对不轻易触碰舞者，完全抱着欣赏艺术表演的态度来观看这场秀，着实让我摆脱对于脱衣舞情色的刻板印象。此趟难忘的博斯之旅在此画下完美的句点。至于西澳还有什么好吃好玩、令人惊艳的人事物呢？嘿嘿，咱们下回分享。喜欢吗？记得按赞加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次。